参与一下。谢谢吃小孩的蓝林汉，我不吃小孩啊。我估摸着落手一击战草丛里的吧，我扎！我扎！扎！我不可为你！扎！我生了 ！A， 接扎！接平 A， 平 A W 点人，平 A 接扎 A 两刀，死了，回血。呀，没吸他，我靠！哎呀，我给忘了。怎么这么僵硬呢？谢谢这喵的不好吃，有点僵硬啊，有点僵硬，有点僵硬。操作一下啊！拽我，扎一下，扎两刀 W 六，扎两刀，扎一下，扎两刀 E 一下，平 A 吃药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 W 六，扎一下，闪现进内圈，有点僵硬啊，这么僵硬的，哎呀，哼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？这是。蓝林汉啊，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啊，清醒一点。谢谢长生鬼。扎一下，瞪 A 两下 W A 扎，插个眼来 W 六中，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平 A 一下。看不见，我说这落手怎么敢跟我打？我就感觉到好像事情不太对劲。所谓的幽灵，中，扎一下，吸血，补车，扎一刀，一下。
A 个点也打不了，扎一下 A 一下，啊，这是，哎呀，玩的好烦呢、啊。你就别去了，我去中路把他劫杀了吧。他还不走啊，还把 W 给用了，还。你别上，你别上，你别上，你再死了。来，我看我有鞋，你没有鞋，你往哪走？你说你像精神病似的，我自己杀他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他妈还能不能打死一个人了？我操！这也没法去呀、啊！真的好烦，真的好难受，好闹心，这打得我好他妈生气，要吐血了！这个逼直接一顿拆，拆的我防御塔直接塔皮给我吃没了！哎呀，我操了！我记得他沉入水中，然后就杰刚才还没杀了，哎呀，脑袋疼。看他出的啥吧，出狂风之力吗？出狂风之力好打，点信号不走，哎，难打呀，怎么整？E 还不能用，我找他拼好像打不过，慢慢来吧，越着急越难。回家出装备，尽量每一波回家我们都能有装备更新，这样打他就能好打一点。都让人拉断了吧。哎，没有，
正在赶，别点了。我得吃塔皮呀、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索取，不断抢夺，直到世上再无一物，只剩他一人。他是回家出了装备的啊，我们并没有出任何装备，所以我们不能打。哎，我塔皮吃不到，好闹心。无可匹敌的力量，他应该追不上我，好像。关系，回家出海妖，出完海妖来个布点海。我所求的何其简单，不惜一切。你像一般你劣势的情况下呢，你要想翻盘你需要有几点。第一，你需要装备，就是你的钱不能有余留，必须你得出满装备你才能跟他打。然后你需要有技能，比如说我们这边有点炎，他没有大招，我们有大招，这就可以试一试。如果这波他敢跟我打，我们有点炎有大招，他没有大招，他也没有疾跑啥的，我们就可以跟他打一打。扎一刀，让他放口 A 两下内圈，扎一刀 A 两下，闪现意，这劫挺烦人，把劫杀了来，掏点炎扎两刀，别大招。W 一放扣，接大招，中，扎一刀，他的双眼，先走啊！扎你！你说你给我关外面了，你说我怎么进去？去中吧，这波刀锋去上了，我们去中，也可以去波下路。这波先把中路线收了，收完我们去下。走，往下走，这波往下走，皇者跟我来。我们俩一块往下走，先把这蟹打了，一下，有人他打不了 ，A 接杀，接 A 两刀，平 A 打不了 A 两下，平 A 接杀 ，A 两下，平 A 接杀 A 一下，那你也不知道干啥呢刚才。
我打了半天也不一 Q， 他也可能把一 Q 给放了。行，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跑得快，全闪现跑，你上路咋不守了呢？刀锋老要跟我抢兵，一整上路这么这一波又不去走去了，也不知道干嘛。小龙吧，小龙我们得先杀着落手，要不然这落手就把我们全杀了，落手必须得先杀。来往这走，这波先杀银马，扎一刀一下，直接给大招点炎，扎一刀平给两刀 A。在 A 接 Q 接 A 两刀砸破了，接吸拉回来，接大招扎一刀吸吸，闲呢直接跳弹，把下路塔麻了，这把都对不起这破败王身上这把大剑。直接走，追不上了。这片迷雾无比狼藉，伊索尔德一定会找到你。出个破败吧，没办法，他开疾跑，你是怎么整？那他开疾跑杀我一个，让他杀吧，无所谓。毫无意义的杀人，杀就杀了，去下路收兵。我们去找着银马。银马啥意思啊？扎两刀，扎一下，扎两刀，平 A， 平 A 接大招。驾！驾！去中了。你先去。伊索尔德已经不在，徒留我一张留脸。看大龙打不打？还是没打呀，这是没打行。所谓的幽灵，是一个保持疯狂的人。
扎两刀，扎一下，扎两刀平 A。一技能闪现点燃接扎 ，W 接扎，接吸，驾。W 接 A 招平 A， 平 A 接大招 ，A 接扎。W 一技能 ，A 接扎，接平 A 两下，接大走。解析没人别人的袋子扎死你！我让你在这晃。红有没有？把红打了。没有红，小龙。把小龙打了呀，兄弟们！快点来小龙，完了，刀锋又死了，刀锋一死小龙也就没了。别去了别去了，不要了，给他们少个人算了，我们输了这波大龙就丢了，不合适，这波跟他们打没有必要，不合适。ADC 回家了啊 ？ADC 回家了吗？我的小老弟 ，ADC 回家了，剩你一个呀，真可怜。我扎！扎一刀。定扎两刀，扎一下 A 两下平 A， 我直接大走，我往左边走，我靠，哎呀，右边走是不是？别打了，去这边吧。1300，你看我死了啊，我都死了，俺们家少一个人，然后这一波他们去对面的高地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要去跟对面去打架的，你说现在人马冲出来是不是全死？怎么打信号没有用，就是要在这待着啊，就是要在这待着，怎么打信号没用，就是要在这干，要打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要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银马没大了，银马没大是不是也比俺们家多个人？我先想去上路收波线都收不了，打赢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也是运气好。纯属是运气好。俺们家是刚才是多少？他们死四个人，22-23，刚才是22-23，就这样一个军事局，少一个人，怎么点信号没用，不回来。